好录紧啦，好诶，咁而家咧就系讲巨蟹同埋摩羯，摩羯咧香港人又叫山羊，系啦，咁但系其实佢性质系系啦，佢性质就即系唔系完全一齐山羊，佢系山羊头嚟嘅，系啦，咁但系佢好特别就点解佢摩咧，即系好似只魔怪咁，因为佢有条鱼尾嘅。anyways 啦，好，咁巨蟹就系咧我哋每逢即系农历啲人啦，24节气咧讲嗰个夏至嚟嘅时候，咁就系西历咧嘅6月21、22号啦，咁同埋咧去到7月22、23号嘅，系啦，咁然后呢、这个山羊又叫摩羯咧，系啦，咁就系喺我哋香港人好熟悉，就系当你食冬至饭嗰阵时，系啦，嗱，记住啦吓，大家开始记住冬至啊吓，好冻嘅时候，咁其实呢个咧。不多不少其實都已經講了山羊的性格了，是啦，那就是在December 12月西曆的22號啦，通常都是去到呢翌年的19、20號，是啦，那還有呢，我有一件事我真的經常講你們這些山羊女的，你真的不信，你如果是山羊女你們自己看看自己的衣櫃，或者一些很熟山羊女的朋友你看看他們啦，我真的我真係成日都講呢樣嘢，因為真係 by observation 啊，即係有時星座呢啲嘢咧，你唔好就係話有啲 theory 喺度，哦，原來你咁樣污糟咗，係啦，唔好就係話 theory， 你哋自己都試下喺呢個世界度 perceive 一下咯，好冇？係啦，我即係話咧，其實你山羊女咧，即係尤其是太陽山羊女咧，著嚟著著嚟著咧黑白灰黑白灰，真係噶，你哋自己睇下啦，冇嗰啲紅紅綠綠啊，即係唔係好開心，因為冬天啊嘛，冬天你死氣沉沉啊 ，OK， 二襯衫啊嘛，二襯衫係咪真係唔會死？但係睇下哇，睇下我幾火紅係咪？其實裏面著個綠色嘅，其實呢樣嘢先係最緊要作咗法，但我唔同大家講咁多，好啦，OK， 咁但係咧。就黑白灰咯，咁同埋你哋唔會有花花噶啦 ，Hello Kitty 啊 ，Patterns 嗰啲冇乜噶啦，真係黑白灰，係啦，咁所以咧要學會唔好即係咁 cold 啦，因為係啦，唔好咁懶，唔係懶惰個懶啦，哇，你哋相反喎，你哋唔懶惰噶喎，你哋係懶惰，你哋講到工作你係懶惰，完全相反，但係嗰個懶係 cold 嗰個懶，冬我依家都話啦，冬至冬天啊 ，OK 嗱，咁咧其實巨蟹咧係 root by， 即係由邊個去管治咧？由月亮去管治。咁我哋中國人成日會將月亮同啲咩去拉埋一齊嚟講啦。諗下啲李白啊、杜甫嗰啲會講咩？月亮就係好似會同啲咩？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咩？故鄉。嗯，係啦。咁同埋我哋通常講到故鄉，即係講到家庭。我哋中國人嗰種即係呢種陰柔嘅心理，通常都係講咩啊？邊個守中線啊？慈母手中线，系啦系啦，系真系慈母，就唔系林郑讲嗰啲慈母啦。OK， 系啦，咁所以系一个好阴柔嘅特质啊，月亮啊，女性系咪先？系啦，咁然后咁如果慈母，咁你佢个相反会系咩？严父咯，系啦，就系严父啦。OK， 呢个对偶非常之工整，系啦，慈对严，母对父。好啦，咁所以其实一个系咯，慈母严父，但系我同大家讲啦吓。即是在古典，如果是古典占星学和我们去、推算运去计家运的时候刚刚调回转。原来计你一爸是计巨蟹的，望巨蟹的。计你一妈是望摩羯的，望山羊的，问你死未。即是如果你是古典占星还有即是去做占卜那些东西，去推算那些东西。Anyways， 那这个不多讲在这里。OK， 那所以呢他们都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讲那个家庭。系啦，但系巨蟹就好似个阿妈咁样去保护翻你本身嗰个 root 嗰条根，系啦，嗰、那个 heritage。咁但系然后咧，山羊系靠啲乜嘢去保护家庭咧？佢唔系望翻呢度，佢系要靠自己，系啦，佢靠自己，同埋佢要靠闯一番事业，攞够钱去光宗耀祖、光耀门楣，系啦。所以大家都系回归翻家庭，但系巨蟹阿妈，巨蟹就系家庭主妇阿妈啦，照料照料，望翻屋企自己。但是山羊就是、啊、我要去出面，我要去建立威望，建立我的工业，然后回来去回馈给我家庭。所以他们家庭观念都很重的，但是是的。那就是还有、就是一个是讲 career 的，是的，一个是讲 family 的。那还有、所以相对呢他们一个慈母啦，很注重那个 heart， 阿妈嘛，月亮嘛，是讲那个 intention 的。但是一个严父或者一个很 harsh 的教练，你觉得他会怎样呢？我不理过程，我要见到个结果，是的，我见到个结果要做得好不好，我只是要你这件事，就是很严厉的，是的。
咁但係月亮一個唔好嘅話，我哋話咧月亮係行得最快嘅 planet 嚟嘅，初一十五不一樣，對對對係咪啊？即係一個月已經行咗一個 cycle 咁樣啦，係咪三即係廿九三十日度啦？咁所以如果人嘅情緒都係好緊嘅話，咁佢就會好點樣咧？好波動，情緒波動係咪？應該係好情緒化咯。係啦，好起伏啊，好敏感，好脆弱。我哋成日話，知唔知我哋成日話巨蟹係咩？玻璃心嘅係啦，你有冇聽人講過啊？巨蟹是超玻璃心，即是同埋巨蟹男啦 ，OK， 即是同埋男仔有時你係應該要有翻啲陽光氣質噶嘛。嗯。但如果你咁玻璃心嘅話，你個女朋友仲漢子過你啦，或者死唔死啊？係啦，係啊。我以前有 pattern 就係巨蟹同生日。哦，喂，同埋同即係提下大家嚇，即如果你哋有興趣，即如果你哋係一啲對巨蟹有興趣嘅人而咁啱睇呢條片咧，咁我就提得你哋啱啦。係啦，即係你巨蟹你自己知冇用噶嘛，但係我而家係俾一啲對巨蟹有興趣嘅人，係啦，同你哋講咩咧？就係巨蟹咧，好怕俾人拒絕嘅。咁所以我當如果一個巨蟹佢終於鼓起勇氣約你出街，即係你知同埋蟹，你知蟹啲咩做嘢斤斤青青噶嘛，行少少跟住即刻匿喺殼度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嗱，如果佢終於鼓起勇氣去約你，但係你拒絕咗佢嘅話咧，咁你以後你唔使指意同佢有任何嘅交接噶啦。到第時你揾翻佢哋認你認錯咧，佢都唔會睬你噶啦。OK， 但我當你真係唔得閒嘅話，你話哎呀，你要俾埋個 schedule 啊 ，screen cap 埋俾佢睇。喂，我約咗人，我真係唔得閒喎。然後你快啲主動，因為就算你咁樣咧，佢都會覺得係你係拒絕佢嘅。你主動，不如咁我哋下次邊日幾時約啦？咁佢就會鋸翻啲嘅。我知佢係好玻璃心，好怕俾人拒絕。大家唔該記得啦。好嗱。咁所以好敏感脆弱啦 ，OK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山羊講緊嗰種好懶嘅特性，係啦，好冷漠啊。點解冷漠？點解冷酷咧？因為佢係覺得我要擺 career 第一嘅，我要喺嗰度爭取咗呢啲嘢，我先有個安全感啦。同埋兩個都好冇乜安全感，但係巨蟹就係感情上嘅安全感。然後我哋與其話山羊冇安全感，不如話山羊佢想由 career 同埋由錢由事業成功得到安全感啦。係啦，咁但係佢就係好。佢又好理性，好邏輯，就係、是、一步步。你諗下，好似只山羊慢慢行上個山道啦。但係講多次，佢真正個名叫摩羯啊，嚇，係啦。咁所以咁踏實、咁堅定、咁我啲成為一個鐵漢啊，佢就冇咗少少嘅感性。係啦，柔情感性嘅一面啦。咁所以 Carrie， 你又我係唔似女仔嘅，係啦，係完全唔似女仔嘅。咁喂，咁你而家快啲聞翻，好，我哋而家講摩羯先，你快啲聞，你快啲聞，你推薦俾人嘅嘢係乜嘢？我就會推薦呢一個 Tifa， 係啦，佢係岩藍草嚟，係單方精油。岩藍草啊！係啊，你可以聞下，好幾草味嘅。唔係我聞下，係你聞下。係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咧，呢一個係比較舒緩啦，即係平時如果譬如我成日都係咁不停工作咁樣，就好刻苦，係好刻苦耐勞嗰啲咧，就係咪好草味啊？係啦，咁就會太成個人會好緊張啦，瞓覺瞓得唔好啦。咁呢一個其實係可以舒緩翻你過度嘅。精神使用啦，精神疲勞啊，係啦。咁但係佢會唔會勾起一啲感情嘅東西咧？勾起感情其實可能感性嗰一面咧。感性嗰一面其實因為係衝啊嘛，即係我比較個性格或者係做嘢係快快快衝衝衝咁，但係如果問有呢個比較，咁你咪放慢咗腳步，或者你瞓得好嘅話，自然就會激發到個。温柔出嚟。哦，嗱，因為我真係聞呢樣嘢咧，佢冇嗰啲即係嗱，因為我同 Carrie 試成冇商量過用咩油噶嚇，係完全去發版嘅。咁我而家就即係咁係咪 spontaneous 啲？係咪好似比較真實啊？係啦，因為我聞呢個油咧，佢就冇，因為如果我係諗住去激發佢感情，就會有啲花花啊，嗰啲花花係咪？咁但係呢個咧，其實聞落咧都係一種好踏實、好沉穩嘅味道嚟嘅，係咪好似藥材鋪中嗰啲咩涼茶鋪嗰啲草味咁樣？係啦，咁所以呢個係你山羊揀翻俾自己嘅，但係我而家要逼你揀一個花花嘅。喂，同埋咧，嗱，你揀嘅同時咧，我都要講下。如果花嘅話，就係呢一個啦，不如。啊，仲係粉紅色。唔係呢個，睇先，一個㗎，花我個。同埋係要勾起嗰個感性嘅一面啊，鐵漢柔情啊，我要鐵漢柔情。嗱，但係我想話咧。Carrie 真係揀嗱，因為 Carrie 本身係山羊女，咁然後佢揀呢個咧，真係神來之筆。
你睇唔睇出呢三個字叫岩蘭草啦？係啊。你知唔知邊一隻字我一見到即刻哇咗一聲啊？岩啊，系就系个岩字啦，劲啊我哋，系啦，喂，你即系你哋有冇睇 Discovery Channel？ 其实山羊咧系真系爬山，喂，山羊同绵羊唔同噶，白羊座系绵羊嚟噶，我哋成日话白羊座绵羊嚟噶，即系有毛，白色毛啊，剪毛嗰啲啊，大家知唔知山羊系咩样？即系山羊有须嗰啲啊，佢哋系真系爬山噶，你谂下，其实山系一个巅峰嚟噶嘛，好似我哋讲到社会嗱，因为山羊佢系先天嘅十公，佢系讲一个社会地位明星嘅。我哋喺人類社會，我要走到去高山啊，俾大家望到我啊，咁係咪即係講建功立業啊？係啊，係咪先？我要做到全個社會最巔峰，李嘉誠個個都望住佢啦，佢喺山上面，係咪喺山上面望住佢嘛 ？OK， 咁所以佢喺一啲咩咩山嗰度啊，青翠咁青翠嘅山，咁容易俾你行啊？岩石山嚟噶，大家有冇睇到 Discovery Channel 啲山羊真係爬成日爬嗰啲岩石山，所以我見到呢個岩咧，真係覺得哇哦，即係完全不愧係山羊揀嘅，係啦。咁嗱，但係你個 focus 就只係按哦，咁你停低啦 ，OK， 係啦，係啦，都舒緩啦。如果你話啊，我揀啲花嗰啲嘢，同埋要勾起感情有冇咧？哇！呢一個係新㗎，你試下打開。哇！新㗎，係啱啲成嘅未打開過啊？未㗎，哇！我好榮幸喎，今日打開呢個油。呢個係啱啲成25周年特登出嘅，佢裡面全部都係花去組成。係喎，有個人喺度。北方精油嚟嘅，咁佢裡面有玫瑰啦，又有蠟燭啦，又有橙花，好多花味嘅。咁最緊要可以勾起你哋嘅感情下啊嘛。係啊。嗯，係啦。等我再。嗱，即係呢個有舒緩呢個。不過，但其實啲油可以撈嘅，有時可以。係咯，即係攞食一個 diffuser 係啦，係啦。係啊。同埋就係攞嚟整香水噴咯。哦。喂，同埋講多次嚇，嗱，呢個係for你哋。而家呢啲係放你哋自己平時搽喺自己度啊，或者自己擴香啊，或者屋企噴咧，係放你哋揾翻對軸嗰個 balance 啊，你哋走翻去中庸之道啊，係啦。而家唔係放你教你哋去勾引人啊，教你哋去溝仔溝女係下邊嗰啲片嚟緊之後嘅啲。唔係啦，山羊以事業為重啊，我呢啲所以我係。哦，即係之後嗰啲片唔使你啦 ，OK。但係總之而家都係要 balance 翻。以事業為重。係啦，喂，好，但係最後呢個係好。巨蟹啦。系啦，巨蟹咧咁就系咯，你啱啱讲嘅嘛，系咯，超常见嘅就系薰衣草。系啦，太过情绪化，所以薰衣草好明显系可以帮大家系去舒缓翻个情绪，系一流嘅。系啦，去稳定个情绪，去定翻系啦。系，咁因为中意沉思，咁所以就薰衣草系可以帮助下。咁啊，薰衣草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即系一个 herb 啦，大家都好清楚，都冇咩好讲啦。咁所以呢条片可以完噶啦。呢條片是放很多 focus 落山羊那裡的，巨蟹座不好意思，不公平，不要玻璃心啊，拜拜。